近日，郑元畅和王丽坤的一组婚纱写真照曝光，引来不少网友集体围观。照片中，王丽坤身穿红色旗袍，郑元畅也是一袭红色长衫加身，小棕一个公主抱起王丽坤，俩人无论是牵手还是相互依偎，都含情脉脉看着对方，甜蜜十足。照片一出，网友纷纷炸开了锅，表示配一脸。据了解，俩人的婚纱照是在越南拍摄的，因为录制深圳卫视《极速前进四》刚好选中了这个喜气洋洋的任务。或许因为两人此前合作了电影《重生爱人》，又合作了电视剧《凤凰无双》，多次饰演情侣，这次拍新婚照，俩人丝毫不扭捏，拍出的画面也一点都不违和，让人入戏很深。录制时，丽坤不小心扭到脚，小棕第一时间关切询问，给他喷药，主动要求背他走，简直是大写的甜。不过小棕和丽坤刚开始作为搭档参加节目时，还有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两人之间交集不多，有没有默契还是个问号。然而节目已经播出了六期，两人超高的默契度令人刮目相看，适时迸发出的小粉红更是让人心花怒放。